同源双物队挑战看看我们的这一次的地狱级。好，来冲哦！第一关，哎，没洗到技能，把板面洗一洗呀、啊！我刚刚一个空转失误，但是这队应该回复力蛮高的吧？应该啦，我希望他回复力是蛮高的。这样子好了，三颗啊！好一个叠珠，三层叠，三层汉堡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新珠了，你敢信？啊，他又更新，欸、有押韵哦，你敢信？他更新，好，阿红抽到。抽到我，哎、欸，我的纸袋啊！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好，第二关，哎，要回血啊，不然要死掉啦！我们技能都没跳、欸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是可以通关的吗？哟，好，可以吧？手转好了吧，木应该带得走。我们在速刷吗？感觉这队有点像是速刷的感觉。带走带走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开下去，水雾。转完开龙科。嗯，版面很好转。九combo，手转九，然后绿树多点多一点多一点火水火木吧。下一关就用到啦、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带走应该没问题啊。那双物都开了，消泥。第三关，第三关这边呢，我们开个这个、班长肖恩，抱一抱一把给带走。哎、欸，好。这样好了，没有转到火珠哎、欸。十四 combo， 拜拜。那这边第四关，第四关呢？我看一下，没有新珠哦。双屋关起来。啊，其实木屋可以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双屋先关起来。哦，天降新珠，太爽啦！OK， 青蛙，啊、哦，希望可以赶快带走它、嗯。哎呀，别别别别！免费吸血吸到没血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押韵哎、欸！今天是什么什么那个押韵比赛吗？还是什么诗歌比赛哦？好，哎、欸，那 OK 一个叠珠，很漂亮，带走它吧。不用，听见到十 combo 也太多了吧？没问题，双屋开下去，带走，它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。好，比较可惜的是光珠没有叠到啊，但是哎呀，双屋开下去应该威力够吧？哎呀，不够不够不够。嗯，好吧，随便了，反正这回合带走它吧，应该带得走吧？应该吧？嗯，带走了。好，哇、哦，第五关，哎，没有转珠，两回合带走它。我怎么觉得有点痒啊？开这个，水壶先关起来。
啊、哦，回个血！哎呀，没带走！天哪、啊！啊、哦，这个回合手该带走吧 ？OK， 带走吧。这对回复力是不是有点低啊？好，王冠了。骷头，扣血90%，开这个。嗯，好，我开主角吧。嗯，转光了。哎，版面全部转光了哦。13、14、15、16，我天降到16 combo， 暗桌好多。不过呢，我们开个那个李逍遥应该就可以。好，这边教大家一个排桌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开逍遥之后就马上跟大家讲。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排，先把33排排完之后，可以教大家怎么排这个版面啊、哦。你可以先无脑排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边呢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排珠？这简单来讲就是把一格抽过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可以造成比较好的一个版面。对，如果说你有看懂我在干嘛的话，如果你没看懂的话，欢迎回去慢转，随便了，就是你要回去，你可以回去慢转。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排的。好，带走他们吧，带走他，没有闷。好啊，伤害量够啊，这对这是太轻松了吧？顺利 Victory 通关了，这对双物队我们又冲，我们又多一队通关的，这对是第五队我们通关的。好，这边提供给大家这对的打法，我们的双物队，哎，最佳记录，哎，临时通关。好，这边多为大家示范到这边。